天我拍给了红色螺丝。这是不铁螺丝，可是有些是铁的螺丝，做铁的螺丝，有些是做木的螺丝，来分配。是吗，老公？啊？对。还好好了，还没用到，才买一套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小个的。这样多螺丝。等一下跌掉了，生气了哈。分类螺丝，这么多螺丝，一色，这就是找不到又再买噻。再订了吧，不订。不定了。哇，螺丝有几百种。这种就是哪一样？这种是哪牛一样？这种是什么？这是锁铁的，这不是铁的，木的。哦，铁是铁，木是木的哈，不一样的哈。不是讲每一个螺丝可以用的吗？做屋顶都有分螺丝啊，以前的全部是用铁筋的，那里有螺丝哦，是吧？用螺，用铁筋，怎么会敲上来？螺丝不会敲上来，铁筋会敲呢。哦，现在屋顶全部是用螺丝，没有用铁筋来顶啊。分类哈，这种是钻铁的，还有钻铁的呗，钻铁的那个螺丝比较长啊，钻的是用刀，刀来嘛，他的头，这个是尖的木的，这个是铁的，它在那里一样。哦，它的头有尖有扁的哈，我看了都头晕了，不哪一个对哪一个。钱，是啊，买的是全部是钱啊。那一只那个螺丝多少钱？一只不？哇，一只两三毛，是不是整两三块？我连螺丝都这样值钱了，哇，那个一个屋顶要用几个螺丝？大的螺丝几百粒，哇，几百粒那边多少钱一次啊？哇，不要看几毛几毛，一算起来要不少钱了。但是每次你们做屋顶要开贵一点啦，那个螺丝这样贵，一个螺丝要算几毛钱了。以前比较便宜，以前是算分是吧？以前差不多五分六分，五分六分，现在多一个两三毛。你要看这个螺丝有几多种，这边。什么螺
好了，开到这里了，下一次视频见，拜拜。